校长、学校师生以及管乐团后援会皆不遗余力，在各个方面全心支持协助，并且聘请专业的管乐教师辛勤教学。如今同安国小管乐团已是桃园市知名的音乐社团，多年来在陈文荣老师的指导下，屡屡在全市的音乐比赛中获得优异的成绩，并且多次代表桃园市参加全国音乐比赛，今年依旧代表桃园市参加全国赛，获得全国优等，荣获优异的佳绩。